我们可以的话就把它拔掉，像晚上没有人看电视的话，我们就把它这个插头拔掉，然后避免它一直插在上面，它比较容易几乎导电，会跟那个短路走火。Hi guys, sore ini aku ada di sini guys.Di sini lagi ada acara bakar-bakar daging buat orang-orang tua Taiwan. Di sini guys, tuh banyak banget orangnya guys. Sampai nonton jangan lupa like, comment, share dan juga subscribe. Subscribe. Pokoknya ini ada tulisan apa gitu loh, rek lah.Dibantu ya, dan cepat berkembang, dan pasti aku bantu kalian juga untuk berdoa supaya sama-sama berkembang ya guys ya. Di sini guys, tuh wow, banyak guys.口味很小，我希望这样就来吃。沙发。人家把那他们的。有没有啊？Bakar ya. Wow, lagi bakar daging babi guys. Baunya harum, sedap. Oh, 有没有吃猪肉？你拍。我给阿妈吃就好了。我不是来啊。有，我装给他。阿妈不能吃的。没有没有，dia kasih banyak makan babi. Lah, udah gemuk. Bukan, dia makan mie. Ini teman aku guys. Ini orang Indo, tapi kawin sama orang sini. Itu apa? Itu apa? Mau, mau dengan itu hula. Itu a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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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可以吃吗？可以呀，可以。真的。那个。可以的哦。那个 chicken， 这个蹦蹦蹦呀，心脏。可以的，那个是心脏。来来，给你。鸡肉的心脏，好，谢谢。哦，ini jantung ayam katanya guys， aku boleh makan。胖啊胖啊。那个不是肉，没关系啊。好，谢谢。好，等一下。Ini makanannya banyak banget guys. Orang gede banget, kurang cinta nih.你好，面包香，吃饱了吗？等一下，啊？进去。没有叫。我没有叫你。没有叫。没有肉。aku mau minta jantung ayam。哎，不好意思，我可以吃吗？好，
谢谢谢谢谢谢。干冻阿姨开。哎，等一下，干我在 YouTube 啊。啊，我有看你的镜头啊。真的吗？啊，谢谢谢谢。好，谢谢。等一下，我们昨天跳舞啊。对啊，我知道十点，你可是阿妈没有办法。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你录那个啊，录那个我们淑女，我们的老师想不出来。哦，我传给他了。对，你传了你是照后，你照你后面跳的，他不知道，他忘记了。我们昨天想多久，你知道吗？哦，嗯啊，因为我那一天录这个就好了，对，没有那么长，是不是？哎呦，我叫你啊，我让你睡觉。好，不是有人卖。阿布，好吃吗？好吃。你吃什么？就这个面跟鸡肉。啊。aku tadi ngambil sumpit itu di mana? Juga semua. Di rumah. Ya, na ka. Oh. Ah, ya, ya. Ah. Ya. Okay, cek mah. 可以，这个不是猪啊，可以啦。好，哎呀，管他了，丢进去就好了。不行，那又不是猪肉。再看还有没有？有，还有我有那这个了。谢谢谢谢，好了，很多很多，谢谢。ini apa mempelai itu loh guys。wah lah sumpit itu orang kena。Diki empela. Empela. Taruh di plastik. Itu banyak. Gak ada artinya. Ini punya siapa?Jangan bawa pulang. Hai guys, kamu nggak ngeliatin aku? Masih aku mangan toh. Ini jenisnya jantung. Rasanya sih ya. Bukan. Itu dia. Banyak dia di kobok.好了，我们那个。拿到了。一样。哦。白的就。makan。jantung ayam dibakar guys ini kumbok ini minti lagi ya untuk pora oh katok ketok ketok dirimu jalan mas mas mas脏的，刚才是有一个安全认证的。
那再因为中秋节要到了，那小朋友可能会想要放烟火。那这边宣导一下，因为那个法律有规定，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放烟火要有家长陪同。那如果被抓到的话，他会罚3000到10000。那这边请家长注意一下。那我们放烟火的时候，不要对着那个，不要对人，不要对房子，然后不要对容易燃烧的东西，像枯枝落叶之类的。那今天还是在空旷的地方放。那我们还有这个宣导单放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有讲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它的作用跟它的宣导的成果，然后它上面还有讲一些我们一些防灾的知识，像台风来我们聊。去爬山不要去看海浪，因为台风来的海浪都很大，要小心又不要被卷走。那还有一些登山啊，或者小朋友要出门玩水的话，那知识可以跟他们讲一下。哪里？好，我们先谢谢我们的消防分队哈，感谢他哈，啊，为了我们社区的哈，我们的安全啊，住家安全哈，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哈。后壁阿公介坐，还好料，拢在后壁。是啊，好不对，你老公还没有来啊？你还没有来啊？姑姑还没有来啊？姑姑来了吗？现在比较少人，等到暗暝吼，无啊无饭了吼，啊点火上就大家拢会出门啊。妈妈吃，我欢迎你哦。你若无要搁吃，我等你等下来坐。哎，咱们免等遮紧啦，等下搁要吃，别搁再吃咧吼。爱老的爱提吼，无后边再我们环保吼，我们吼留下来，等下还有好吃的哈。对，还手怪人会当点咧吼。哎呀，我荧幕拢有字块。唔知咧，我来要求都免荧幕啦。我得是用纸的啊，比较老正惯了，带洗的小孩子。我们那个家吧，我们那个。因为有灯火一关的。我们那个。你就没有插进去怎么照？不照。跟那个拉头卡拢不一样。不能乱搞的，老太娘。真快啦！老太娘不跟别人玩着。
秀玲。